好像已经对求婚啊、穿婚纱啊那些已经没什么感觉。因为我觉得最浪漫、最梦幻的都在戏剧里面。嗯，我一个无解，你等这么快，无快嘛？太搞笑了！说真的，也是开玩笑，对啦，对方两个人好就好了，心里那个见到好不好？嗯，未来婚宴会想要办板凳。我以前有想过，我有想要办板凳，而且就真的是想要找像华山，或是像这边，就是。可以放个40-50桌这样亲好朋友，其实我觉得板凳是最可以贴近大家彼此，可以更热络。好像已经对求婚啊、穿婚纱啊那些已经没什么感觉，因为自己工作也不常遇到。对现实生活都非常有，对表现无感的样子。你不会啊，我稍微会就哇，谢谢。我没有特别想法，因为我觉得最浪漫、最梦幻的都在戏剧里面。我们当演员那么多，现实生活不太可能会这么浪漫。那会希望有亲友吗？还是就是私底下就好？私底下就好了，不要太高调。对啊。可是没有预设啦，因为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。可是现在的人不是你想要被救的。没有，不能这样。不能。我们就讲白的事情。好啊，好。阿姨被爆料。不是，我说我们今天不要把主题拉歪了。因为今天是板凳，我们要尊重厂商。板凳吗？你结婚会想要用板凳？对，一定要把板凳拿出来。对，我就好了，继续问。蛮喜欢板凳，因为蛮喜欢板凳。接的很快。不是，我是真的，就是想说，就是如果长辈们接受的话，其实结婚也可以放板凳，就是放在板凳那种，我觉得也不错。风街那一种，风街啊，对对，然后全部都是认识的人，然后其实我就反而会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，是大家都可以四处走动，对，串门子，嗯，然后一桌一桌其实都很对对，嗯，听说好像是快要开始进行了，有要开始准备，但目前好像都还没有，有讨论，但是还现在没有后续的。那会先拍电影还是先拍实景？我应该另外会有一个剧会先拍，然后后面就不知道。